现在几点？九点。九点。一点。一点。一点十分。一点十分。一点一刻，一点一刻，一点二十，一点二十，一点半，一点半，两点差一刻，两点差一刻，两点差十分。两点差十分。两点。两点。现在几点？四点十五分。四点十五分。现在几点？五点半。五点半。现在几点？六点五十分。六点五十分。想。我想。我讨厌。我十分。我想要。去。我去。我想跟你去。我想跟你去。我想只说英语。我想踢足球。我现在想睡觉。我现在想睡觉。我想读法语。我想晚上工作。电影院。电影院。电影院。我想去电影院。剧院。公园。公园。公园。我想去公园。我想去公园。我想去学校。我想去学校。教堂。教堂。我想去教堂。我想去教堂。市中心。市中心。市中心。我想去市中心。我想去市中心。我想回家。我想回家。你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
你玩什么？你玩什么？你喝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喜欢喝什么？你喜欢喝什么？你喜欢读什么？你喜欢读什么？你喜欢玩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的名字怎么写？你的名字怎么写？办公室，办公室。银行，银行。电影院，电影院。公园，公园。教堂，教堂。市中心，市中心。老板，老板。经理，经理。邻居，邻居。父母，父母。父母。日，天。星期，明天。未，往。在，那。什么，怎么。你明天想和我去市中心吗？你明天想和我去市中心吗？你现在想睡觉还是读英语？你现在想睡觉还是读英语？你早上喝咖啡还是茶？你早上喝咖啡还是茶？Thank you.
再见。